对胖吃还能玩吗？没见过，现在没怎么见过，一般都是胖子、石头人、天狗、钻机这几个卡比较弱。这套换虚空会不会好点？不太好，虚空没有你想的那么厉害。虚空能代替火球吗？那肯定是不行的。虚空不能代替任何卡，这个法术不能代替任何卡。如果说这个法术可以代替一些卡的话，那我觉得这个法术就没有出的必要。你都是代替人家的，代替你说他出一个新的东西去代替另一个东西，那这个东西就没有必要出，那为什么不用原来的呢？对不对？再给他换个电塔出来啊，把他的电塔给逼出来，因为他三对风，把他的电塔给逼出来，他就只剩两对风，然后他小王子过得也没那么快啊，他就只剩一个对风，所以我们天狗对你打了很高的伤害。比如凤凰，凤凰跟机甲还是不一样的呀，凤凰跟机甲还是不一样的。他出的这些卡他得有这不一样的玩法，如果玩法一样的话他是不会出。就比如说他为什么出个武僧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不出个骑士？他为什么不出一个他为什么不出个凤凰呢？能让他复活啊，他直接出个像机甲一样的卡为什么不出呢？对不对？他出这些卡都是有道理。对，他为什么要出个烟花让他后退啊？为什么不直接出个火枪手？对吧？这些卡其实都蛮难替代，他这个上场用处肯定是不一样的。他这个进化骑士有减伤，这个用处还是不一样的。就你解他，或者是他打进攻了。它这个用法都会变化的非常的大。你也没有什么根据，有什么根据？就因为对面克制你，那也不对啊。你对面，就你肯定会遇到克制你的卡普，就是你是有概率遇到对面。只有人为狙击啊，这人为狙击是真狗。差一点点费用啊！那保下天狗的话，这波能打进去。
这不应该下普龙的。这个不好跟气，因为跟气球它跟个转机的话，我们这个火球加小电就丢不出去了。耶呼！火球秒了个什么？进化炸弹兵。克死他！但你玩的厉害的话，还是能达到很高的分数的。小电电一下。前提一个天狗。开表情好。哟呼！古龙下上第一排啊，找人去打输出。哎，吃法术也可以找点吃的哦。我去，怎么感觉有点危险啊？这个凤凰也没死掉，我去，完了呀！开不开技能呢？还要开技能啊？不开技能的话挺亏呀。它是带毒药的，带毒药的话，它解墓碑挺好解，所以墓碑不能下太厚，最好是下桥头的异路。当然得看它后面有什么牌可以跟啊，这一波它明显是可以跟凤凰的。我们不用太着急的去下牌，我们可以先下机甲来打一个胖子的输出啊，因为机甲它毒药不好毒我们。他要跟凤凰，我们再下一个异路的墓碑，他交毒药之后，我们再下一个古龙，小子，哎呀，一只古龙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再下采集器啊！这一波我们没有选择电塔，为什么马上到双倍啊？我们只要破了他的塔，我们就赢了。所以说直接切地天狗，他这一波只有一个小王子。我们直接跟上这个气球啊！他现在没有采集器，也不可能把我们的气球挡外面，所以直接跟。他顶上一个胖子，我们下机甲先抠他，他防守一个这个是防不住我们的。小电不用急，这样。来爆开古龙气球一下两下两下半三下可以直接破掉它。机甲再来补伤害。
对面是世界第一胖木吗？有可能啊，有可能。他是世界第一胖木的 VIP， 他是 VIP。现在除了刀塔都没有人用别的塔了，是啊。不过每次马上刀塔就迎来一个削弱。为什么这一波我们不下拱呢？因为后面没有排根了嘛，所以不下拱。等他先下，我们再下拱。后面没有机甲。完了，下的是古龙。哇，这一波的话就很亏了，我们得下一张牌才能下出来这个东西啊。这个小城下的好，没有对风了，他可能有个羊下火球，肯定是不够的。小店，哎呀，这一波兄弟我有点冲动了。还得下个小苍蝇，不然不够挤。对面也是狗哦，对面我上一轮好像遇到他了，上一轮遇到他好像输给他，赢了还是输了忘记了。这一把他是带地狱龙的，地狱龙有赚好吗？下来一个地狱龙，然后下来一个小城，地狱龙还没赚，他现在没有对空，他这波肯定只能跟气球，跟气球的话直接被墓碑给打在外面，有点尴尬呀。我操，不是吧，这个狗贼，我操，服了呀，怎么带这么多血。哎呀，吓歪了，对面气球都不跟，这狗贼啊。爹，怎么没带气球啊？刚那一步居然不跟气球，有点惊讶。难道是他猜到了我会下墓碑？这么想不开啊，感觉可以炸火球，没有必要啊。我们这反打守完他的小王子再反打，他一样没有对空啊，对不对？他只有一个公主。啊，这还被他给打到了，
下一个十二是可以玩猪嘛，这个猪可能挺难的，这个猪真的能玩吗？很难啊，只能版本更新之后再玩猪啊，下个礼拜版本更新。家居也下个版本吧，家居下个版本加强 3% 的生命值，普通家居，但是觉醒的家居就被削弱了。下个12可以玩双王胖嘛，现在玩胖子的，如果说你现在玩胖子还非得执着于双王胖的话，那你这个人的话就有点执着了。你玩双王胖太落后了啊，不能玩黄毛胖对吧，你要落后的话对吧，就带个胖子，带个黄毛对空，带个大长鱼对，带个黄毛对地，带个大长鱼对空，以前的老版本卡组啊，2016年的卡组看上去很无敌啊，黄毛地面杀手，大长鱼空军杀手啊，胖子推进也牛逼啊，看上去很牛逼这套卡，但其实啊就是一坨象。以前的人就是这么带卡的呀，因为以前的卡少，但很怕火球，以前火球砸不死黄毛，你说一个火球箭雨带走也带不走。对面查我卡组了，对面是什么卡组呢？练个觉得 bug 会回头吗？我觉得没有用啊，我倒希望他再来一次，好吧，我觉得没有用。可以查对面的部落呀，查他的部落，然后再看他的卡组。机甲很烦，你就说你双王胖一直卡在上不去盘，谁还玩双王胖？没有人玩双王。剑雨大神放着。
请飞呀！燕哥后面的头发翘起来了啊，这个头发是吧？哦，好看不？可爱不？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啊，观察的真仔细啊。哇，这一步大闪啊，大闪去，哎。现在家居还能玩吗？能玩，下个版本家居普通家居加强 10% 的血量， 3% 的血量。但是进化家具削弱 10%， 相当于没削弱，别的进化卡都削弱了，家具相当于加强。英雄卡来，哎，又是传奇卡，怎么开好几天传奇卡，真烦。电塔不是加强了吗？电塔也算加强。